总统赖清德自命以副总统身份出席会计师节联欢晚会，今年可是以总统身份再次出席。今天能够站在这里，当然是因为大家的鼎力支持。但是我这位要坐好哦，要坐稳嘛，才够大家。我们这个庄部长说，90%的营所税就是我们大家帮忙的。啊，你请看麦，那税收那收了无够好，这国家是真歹拍。哦，特别是我知影都无真侪意见，所以我爱讲拜托大家吼，继续这发挥专业，含进步工作。特地感谢会计师们在去年竞选总统时的支持，更强调就任总统后目标不变，以打拼经济为优先。我担任总统，我的使命第一个就是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，第二个就是保护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，那第三个就是拼经济。强调拼经济第一，挂保证要不断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。啊，其实真侪企业嘛，拢已经伫外口购票了，我们要协助他，啊，去签订投资保障协定，让他们的投资能够更安全。我们要参加区域经济，让我们的商品立足台湾，可以行销全世界。所以我会持续不断的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，解决各种土地、水电、人力、人才种种问题。提出三加一面向要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，而这场盛会不止赖清德出席祝福，立法院长韩国瑜也亲自出席，更是比表定的时间早了一个小时。拼经济不要再分蓝绿，很无聊，就是把国家经济体制搞好，知道我们这里处境是多么的艰困，全民百工百业上下一心，把台湾的经济做好。强调拼经济不分蓝绿，韩国瑜特地提早一个小时到场，致完词举杯敬水后快闪走人，似乎是不想和赖总统碰到面，双方各自走近。你喜欢这么高的？